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又一场恶仗要打再续，不断被挑衅的俄军这次终于要反击了。叙利亚的战局一直都比较混乱，因为在叙利亚中不仅仅有本国的武装，更是有俄罗斯、土耳其以及伊朗等国的军事据点，而叙利亚政府的武装又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不停的争斗，这可谓是内忧外患，难以一言盖之。最近在一场针对于叙利亚却没有叙利亚国家代表人参与的安卡拉会晤中，叙利亚算是得到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因为俄土伊三国会晤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土耳其不再庇护在叙利亚及斯尔苏古尔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分子。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次叙利亚政府武装再次进攻该区域的武装分子，土耳其不会再派兵进行支援，这或许对于叙利亚政府而言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南部以及霍姆斯北的战役都取得了较好的战果，收复在望，这就代表叙利亚政府的部队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吉斯尔苏古尔地区的武装分子。然而即使土耳其不再对该地的武装进行增援，叙利亚想要收复这里也是需要进行一场恶战的，因为该地区的叙利亚自由军就多达20000之众。除此之外，叙利亚还需要担忧的就是俄罗斯驻军地附近的 Al-Dab 平原以及 Gisro Shabr 地区了。据了解，这两个地区的武装分子曾多次对俄罗斯驻军地发起袭击，主要手段为迫击炮、无人机以及火箭等。虽然具体战况以及俄罗斯是否有人员或军备的损失暂时未知，但根据各种图文信息可以看出，俄罗斯曾有战斗机受到过较为严重的损伤。可以假设，如果叙利亚及斯尔苏古尔地区被收复，那么接下来就必定是 Al-Dab 平原以及 Gisro Shabr 地区的战斗。而因为叙利亚政府武装还没有做好准备，而一直只算是做被动防御的俄罗斯部队，在叙利亚政府着手收复这两个地区时，大约也会发起攻击，并配合叙利亚政府的武装行动。